哥哥在跑，他在追我们。晨晨，哥哥好可怜啊！哥哥师傅，别停，妈妈，走，我们停下吧。晨晨。累吗？累，我也想。都知道要护着我，谢谢你啊，晨晨。因为晨晨爱妈妈。好。晨晨。我要妈妈。妈妈没有走。妈妈只是带着妹妹离开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。你骗人。朝着你的方向狂奔，穿过时间的迷宫，你还在我心中。有太多的相逢，来去太匆匆，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心动。这分钟的